同学，大家晚安，大家这个刚下完课哈就赶过来了，辛苦了。那晚上的时间，特别把同学集合起来，那么要来对今年，那么全国的大专校院都在动荡、都在不安的这个学生兼任教学助理相关的制度的一个改变。 然后的话呢，要来做很多的配套，学校必须要去符合，否则就会通过劳动检查，就会被罚。然后被罚了之后呢，学校就必须要再按照新规定来做，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所以呢，为了要让学校都能够试法，所以呢，安排了很多的体制，要来让他来去跟这个介绍。另外呢，我们也要请 这个同学来学会一个技术，就是呢，如何协助你的老师呢，在 Moodle 的一个系统上面来说呢，能够作业。所以呢，今晚上是一个难得机会，我们一定要做到准备的工作的充分的了解，也让同学在心态上也要知晓为什么会这样改变。所以呢，我们今天分两个时段来跟各位服务。第一部分呢，是由教处，就是由本人。 来跟各位说明那个改变的严格跟要配合的事情。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请这个潘老师，他来教各位如何来学习使用 Moodle 啊。那么希望今天晚上给同学们的一些学习的一个介绍，能够让大家能够知其然也知所以然啊。那好不好？那就。 如果大家同学都就座的话，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希望能够8:30让同学能够离开，好不好？8:30。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教处的跟各位报告。那我要到上面去啊。好，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是报纸上的一个资料，过去是灯光的问题啊。政大校长他。 被这个学生批评攻击，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说，学生兼任助理如果因此要增加劳保支出的话呢，那同学可不可以就不要计较钱呐？没有钱的话也要可以帮学校服务啦。这些话让同学感觉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你薪水？所以因此呢，他被批评，所以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如果这个学生兼任助理的这事情，冲撞到校园的一个既有的师生关系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所以呢，被刊登出来。好，这个是，校长他呼吁同学要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学校经费如果因为要让同学加入这个健保劳保劳动的一个提拨的话呢，那钱就会不够，不够的话同学不要计较，那你就这个钱就少领一点，要不然就不要领好了啊。来，下一张。好，结果呢，这一个。 李佳彤李校长呢，他就写在发表一篇文章，他说这个师生的关系，那么过去跟今天有不大一样，但是那个基本的原理原则应该是相同哦。好，下一张。所以基于这样子，今天教处特别把我们这段时间接受到的教育部跟劳动部相关的法规的这样子的一个拘束或是要求啊，来给各位做以下的一个报告。 好，师生关系，人家说天地君亲师，师是非常重要的五伦的一个很重要的之一。那因此呢，我们对老师的尊敬，那么是过去以来深植我们的国人的心中。可是呢，自从教育部在今年的6月17号跟劳动部一起来发布了一个法规，叫做呢这个学生兼任助理他的学习跟劳动权益的保障的指导原则，他就明白的。 告诉这个大专校院，那么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因为呢，这些这个同学如果在这个当老师的助理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发生到一些这个跟劳工相近的这样子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说呢，他们就不是所谓的学习关系，而是所谓的怎么样劳雇关系。如果是劳雇关系的话呢，就应该要享有劳基。 法适用，因此呢，就必须要改变过去的情形。所以呢，到底是学习关系呢，还是劳雇关系呢？我们且看下一章。好，那么劳雇关系有两个要件，第一个呢，那就是人格的从属性。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有具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从属性的话呢，它就属于劳动关系。比方说，雇主可以对员工来要求考核，要求工作内容、完成的时间，还有呢达到的绩效等等。那么员工呢就必须要接受雇主的指挥来去工作，并且要对他的业务呢保守秘密的义务等等，它是属于的人格上的一个从属性。第二个叫做经济的从属性，老板给你薪水你就工作，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付报酬的支付报酬的，我们称为怎么样有对价关系的话，它都是属于劳雇关系。再下一张。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全国的大专校院都被这样子一个行政指导的法规那么掀起了大波。我们就算了一下，如果同学担任 TA 的话，那么大学是3000，硕士4000，博士5000的话，过去那么是这样子给法，可是今后如果是用劳雇型的话呢，他就必须要两方都必须要多支出。学校称为雇主的话，他必须要帮什么？帮他的教学助理呢，负担什么？劳保、健保，还有呢劳退准备金，大约增加一个月增加1000块钱。那同学本身过去就拿就好了，现在不是，你还要自付的部分，每个月大约减少400到500的自付部分，也就是说，一个月本来是3000块钱，现在可能就领到25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这一部分来说呢，我不知道多了解，学校的经费是固定的，它不会因为要多增加支出就多去筹措，经费来去加进去，一般学校都怎么样？就原有的这个总的里面怎么样去支用嘛，所以呢，教学助理是不是都要怎么样腰斩一半呢？如果是的话，那很多同学这个都希望在学校一边跟老师来学来服务来去学习，然后同时也能够在生活上有一点小小的接触的事情，就会让一半同学就会没有机会了。如果是的话，有将近1/3到一半同学他将要。没办法再担任教学助理，老师就会少掉一半的同学帮他当小帮手的一个机会，同学就一半同学必须要离开这个工作机会，跑去校外打工。所以这个制度到底是帮助了同学，还是让同学的这个工作机会减少呢？就值得思索。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哦，是这样子的，一批台大的学生跟老师从事教学的一个研究，去田野调查。结果呢，路上发生意外，出了车祸。那么同学除了怎么样，除了这个参加这个平安保险之外，他认为说啊，我这样子受这样的伤，或是说，残废了，他的一个给付，他认为说不公平。那我跟一般劳工不是一样吗？所以呢，就提起了很多的救济，向行政院抗议，去教育部那边去争取等等，闹了2-3年。结果呢，劳动部跟教育部他们也受不了了，就定了一个办法出来。说如果学校要用学生来兼任助理的话，他必须跟学习有关，如果不是有关的话呢，他就属于劳动型的。所以以下我就来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学习型的教学助理。好，所谓的学习型的助理有以下几个指标，各位来一起来看。第一个，他必须要什么对应的课程，学习嘛要课程。第二个，他老师跟学生他是从学习关系，不是劳务关系。第三个，他的互动啊要以课程的内容为范围，就是老师跟学生互动都是以课程的学习为范围，不可以说你帮我去接小孩，去买便当，把狗喂一喂，把地板上擦一擦，没这回事，不是这样子的。第四个，老师要有实际指导学生的学习的行为。第五个呢，他不可以有课程以外的工作指派。第六个呢，要有怎么样，学生要有学习的成效跟帮学生打成绩。第七个呢，他没有所谓的考核未达标准的话呢，就不给予续用的观念。我刚刚讲过，那个人格从属性，你不听话是不是？下个月我不要骗你的，那是一种劳雇观念。我们是学习，就不可以有这种说你弄不好，我就把你给，下次我就不要骗你的，不能这样子。第八。那么不可以有对价的观念。来，下一张。好，
我们本校的做法是，我们基于学习要有课程对应，我们就开一个课叫什么？叫做呢？各个我们要求各个学系都要开一个教学实务课程。哎，教学实务课程，课程呢、啊？另外呢，这个老师在学学生呢，必须要提出休课的申请。所以各位都填过了，对不对？你们不是填一张要修你们系上的一个教学实务课程的一张这个休课申请书吗？好，签完之后呢，要给你的那个老师去帮你签，签之后老师顺便看一下，哦，我具有这样子一个义务，不可以教学生呢从事这个学习以外的一个工作指派。如此的话呢，老师也被我告知的，同学也有符合学习型的一个要件之一的，就是休课申请。再来呢，要指定老师作为实习指导老师，然后学生参加这个活动，并且要缴交期中跟期末的工作报告。这个格式样本都帮你画好了，你们呢就把它填一填，如果有些照片就贴一贴，那它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课程的一个样态了。再来呢，老师要把学生打输入成绩，最后呢，老师对学生很认真的用一个工作，然后每个月超过一个时数的话，帮同学来申请您的学习的助学金。好，然后的话呢，学生也可以呢随时提出退学啦、停休啦，或者提起申诉。如此这般看起来都像是一种学习的观念，从有开课办法、开课、选课、带入课程，然后呢，同学跟老师之间的互动是那种学习关系，老师帮同学打分数，同学要交出期中、期末报告，然后呢，你们工作超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情形，然后老师认为你们非常的有绩效、很辛苦等等，然后建议你们这个发给他教学的助学金，然后等等，同学可以随时提出提休、退选，有问题可以提出申诉。如此这般，我们就摆脱了所谓的对价的牢固观念。下一张，好，这是我们的 SOP 的一个流程图，或许字会比较小，但是呢，就是也不外乎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上课程的对应方面的问题。我们为了要做的很明确，因为呢，劳动部会来做劳动检查，我就被人家要来公文，带着一些资料去台中市政府的劳动检查处去接受，不要说调查了，是接受检查学校的教学助理的问题。那个时候全国都还没有办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学校办公室怎么样通过啊？可是呢，后来去申诉之后呢，因为当时法规没有出来，所以这样子检查本身就不是那个时机，所以目前是在诉愿的当中。据报载，有一个学校已经胜诉了。理由是因为劳动部所当初所引用的东西是别的行业的检查的标准，那当然了，我们学校是属于教育单位，怎么跟你一样呢？所以呢，目前为止呢，我们应该会申诉会成功的。好，这边来说，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配套的一个准备，就是要废掉一些我们过去的旧有的那个 TA 的那些相关的观念，那么就是要废掉什么？废掉一些这个教学助教的实施要点。废掉所谓的培训、认证、考核，为什么？人格从属性，对不对？再来呢，成绩绩优助教的遴选原则又是怎么样？人格从属性。再来呢，教学助教审查委员会是要点。那我们要定一个新法规，定好了，就是呢，学生他如果兼任学习型的教学助理的话呢，他来这个教学实务课程的开课办法，这个办法我们已经通过法规了，已经目前是在用了。然后呢？学校要定一个教学实务课程的学习助学金的发给要点，我们也都定了。这样子来说呢，学校在学生兼任教学助理的一个工作上来说，我们的一些机制面的一个准备跟措施才具规模。接下来就是要让同学跟老师一起来遵守，一起来按照这个情形来 run 了。对同学来说，你们很像跟过去的 TA 的一个工作的情形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故意设计的。我们用什么呢？用这个教学这个实务的一个课程来引导同学跟老师之间的互动，那么是符合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工作的内容。讲工作又不对了，就是学习的内容。
对不对？那么同学如果有意愿学习老师怎么教学的话，那么在担任老师的这个修这个课的时候呢，老师会指导学生如何在从事教学这个活动上面，同学们要学着我们从开课前、开课中、课程后跟学弟妹的互动，帮老师批改作业、成绩输入，然后或者是要帮老师在开课前的一个 PPT 的准备、设备的一个架设、实验器材的一个准备等等，那不是跟教学都一样吗？所以呢，我们用这样子左思右想，用这个方法呢，来让同学原来的 TA 的这个服务的范围跟今后用课程对应的内容是一样的，减少变动性，也让同学感觉差别不大。但是呢，它的这个连串的设计呢，就是属于课程的学习的观念。那么下一次劳动部来我们学校检查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跟各位介绍的这个我们这个学习型的教学助理的它的原理跟措施规划的内容，它是属于跟课程对应有关，跟学习有关。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会安然的过关。我这边的资料会准备的好，所以呢，同学如果被约谈的时候呢，你也了解，我们现在是学习型的教学助理，我们不是对价关系的、劳务关系的，所谓的过去的那样子的一个雇主跟劳动关系啊。所以这一部分呢，要跟同学来说明。来下一张。好，要请同学要注意的事情，就容许我稍微再多说一下，能跟各位再做一个复习或者提醒。第一个就是呢，休课以前呢，那同学要填写休课的申请，给老师签名。我们看一下那个附件。好，这个附件本身来说，各位都已经填过了啊。他这边会来呈现出这个课程的这个名称啊，同学来往下拉一下。好，这边呢是学习的内容啊，再往下哈。好，然后呢学生签名，然后请指导的老师来签名，然后呢系主任签名。好，看背后一张，这部分是给老师提醒的，请老师也要知道，同学这个 TA 不是跟过去一样可以无限制的去使用，而是要尊重他是学习的范围。所以老师看完之后，特别要念出来一下，就是呢这老师已经知道了这相关的规定。并且呢他要怎么样呢，他要以指导学生学习的必要为范围，不可以呢使同学从事与学习无直接相关的工作之外。如此的话呢关系就清楚了。当然同学如果认为说啊，老师叫你买便当我也乐意，我也没意见。但是呢这个基本上来说，同学如果对老师的这样子一个学习以外的这样一个指派，他认为不符合，他可以拒绝。如果他老师硬要做的话呢，那这老师本身就违反了我这个请他签名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的一个东西的。如果查到出问题的，老师自己负责。好，再回到原来的方面。好，第二个呢，同学呢也要遵守呢学习必要所需的指导啊，老师不要教下跟学习无关的工作指派，刚刚谈过了。第三，期中跟期末既然是课程，既然是学习，就要像样嘛，就要教什么成绩的这个成果的报告格式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成果的报告呢，这个非常的这个简要啊。那么除了科目名称之外，还有呢任何老师以及呢学习的心得摘要，就叙一下你这个月做的一个跟老师学习这个教学课程的这个的一个心得。另外呢，如果呢有一些总结性的一个感觉哈等等，这是过程，这是你感觉的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最后呢，如果有照片的话呢，也乐意请你们贴一下活动照片，它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工作报告、一个课程的作业一样。这样子来说呢，收到这个系助理那边把这个整理起来放着。如果来做劳动检查的时候，我们有课程、有法规、有选课、有老师的一个指导，还有同学的工作的这个各作业的一个呈现，然后有成绩输入，全套的就没有事。好，再来看一下，然后呢，这个教学助教呢，他没有需要填辅导记录的，不
不用了啊，不用投票记录了啊。然后这个助学金呢，我们改在线上申请，而且可以看得到。上学期有一些同学感觉到说，我们提的钱怎么慢下来，然后呢，感觉等了很久，非常的不耐烦，然后就觉得很历史做得很不够好。这次呢，我们把这样子一个助学金的申请呢，用线上的方式呢，能够透明化，然后呢。 同学都可以按照这个路径，可以看到目前进度到什么地方呢？是哪一个单位这个拖了时间，或是说慢了怎么样？而且我也会要求系上的助理呢，要负责这个事情。如果年度快要过去了，你们还没申请的话，那么就要负责去催你们。如果呢年度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有去帮各位申请到来说呢，这个钱就要系上自己出了，哦。 那么就是要保障更多的保障同学的助学金能够准时的入账，准时的不影响各位的生活。这一部分来说呢，由过去教务处统一来做，只要某个系、某几个人没有完备，我就被 delay 都需要等他一个人了。那现在不会，尽量的让这个各个系都要能够去肩负着去分担这个责的一个责任。同学也看得到说，我们的流程已经到哪边了，最起码你们感觉不会。 很像度日如年，最起码你们知道，他这个流程的经过，目前到哪个关卡，还可以去关心什么的，好不好？再回来。好，我要保留一些时间，让同学可以跟我互动、问问题。所以呢，我前面属于那个说明式的，会讲的比较快一点。那我这边要跟各位提，最近这个 Google 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台湾那么的葡萄酒。 这次呢，被这个国际的这个竞赛中，对吧 ？IWC 国际葡萄酒竞赛得到了金牌，哦，这是不容易的，哦，我们台湾的葡萄酒怎么会跟得上、比得上欧洲呢？可是呢，这次呢，我们竟然呢得到了金牌，全世界最好的，它是由很多个国家来参加，然后有几千瓶的酒，然后被评审委员。 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国家参赛，你都不知道，然后呢就盲比，就是说不知道是谁，然后就评选，然后呢很多次的评选，然后到最后决赛，到最后选出来就是台湾的葡萄酒。那么这个葡萄酒呢，它是在哪边呢？在我们台中市的外埔后里。有听过这个地方吗？在台中在丰原附近，那个地方呢，它的土质本来。 是不堪种一些好的作物的，因为呢，土地挖开之后呢，地下一层以下就是那个什么石头，我们称为砾石，砾就是那个什么一个十字旁加一个快乐的乐啊，那个就是很多的一些土块石块的一个土地，它不适合做到这个水稻啊，或是说这个比较属于需要生根的一些植物的生长，它是一个不好的土地，可是呢就适合。 这种葡萄的一个种植，因为呢，葡萄的根能透水性，需要很好，否则呢，下雨一积水，这个葡萄就会裂果，一裂果的话呢，就会被细菌、霉菌呢就会污染，然后呢，整个东西就很烂，然后也不能够去这个酿酒。但是呢，因为外埔这个地方的土地本身的不像一般耕作土地那样子的，具有农业耕种的价值，可是呢，它的不足反而成就了。 这个特殊性的葡萄跟酿种方法的一个天然的环境，我这边要把它带回来，我们的今天的跟各位互动的一个本质里面去。我们学校不是台城青椒，可是呢，我们有我们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跟我们存在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位酿酒师就是呢，叫做呢陈千浩，他是呢这个。 高雄参旅大学学院的助理教授，那么他以前就是化博学酿酒的，那么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台湾的葡萄酒不必跟别人比，他适应自己的风土，做出自己的个性，希望就是希望。所以我们还标题，他作为一个叫做怎么样，加持自己，希望。同学在来学校的同时，也在跟老师学习。 来做TA的工作，这个TA工作现在改成是学习型的TA， 那么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态度，还有呢，过程当中都会成为自己以后这个人生路上的一个
装备或是滋养，那么我希望用这样子一个这个台湾的葡萄酒得到全世界的肯定的这样一个例子来跟同学来去祈勉，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走出自己的特色就是希望。所以今晚上呢，我们帮各位介绍了这些TA 相关的措施，那么也跟同学带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最近的一个新的一个资讯给大家参考。那么以下时间呢，我是不是也开放给大家来，有没有对于教学助教改成学习型的这个方面，同学有没有什么地方还有不是很清楚的，那我可以跟同学来跟说得更明白，有没有？你们现在是不是都已经跟老师都已经完成了这个选课，还有跟老师都签完名了，对不对？而且都已经开始帮你们开始来从事你们这个见证教学助理的一个活动了，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做了，对吗？有没有什么困扰，个人对你们过去来说跟现在比起来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大一样的，有没有？还好吧。来，同学，你什么指教？来，请说。是我们有选这堂课嘛？可是我在我课表没有看到这个课程。哦，好，还在处理当中哈。因为呢，我们在每一个系的都会开一个叫做教学实务的课程，这个我们都会请资讯处帮我们把系统给输入等等。那是不是？因为太多了啊，一个系一个系来，或许你那个系被放在你的后面，请你放心，我们会把你收进去的啊，谢谢你。还有没有？好，那还就是呢，期中考的时候，你们也要按照这个情形来做出一些这个类似是作业的东西啊，把它呈现出来。那期末的时候也要做出来。那么这样子来说呢，整个学习型的助理，他的交作业的情形都一致的，都一套了。请大家多帮忙一下，好不好？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另外在观念方面来说，目前很多的校院他们本身都还在乱，都还没有做得非常的明确，而且纠纷很多。我们算是比较快，而且很早就起步了，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把法规的一个措施和机制建立的，我认为还可以。那就看同学在互动方面来说你们多配合，有疑问的就赶快要反应，如果有问题的还可以申诉啊，不要用自己的学习的一个本质跟目前的政府的法规的法令没有相合了，然后呢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学校都希望同学能够在学校里面能够学习，也能够得到一些经验，同时可以拿到助学金，让我们好好的把这个大学生活呢都能够呢顺畅的呢来经过，大家也学会了自己的另外一个专长或是另外一个学习的经验。好，同学们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呢，我欢迎随时的跟系上反映，或者到教务处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是教务处注册与客户组的陈处长，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指教。那我这一部就报告到这边。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呢来介绍下一个主题的这个同学如何学会 Moodle 来帮助你们的老师在这个系统使用方面啊。我们请到潘信宏潘老师来跟我们介绍，我们掌声欢迎。好，以下就请潘老师跟各位介绍，我们希望饭的饭就让他能够赶快可以休息，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啊。OK， 好，那谢谢陈组长的介绍哈。那个，应该有注意到我的水比较大瓶啊，因为我还讲比较久。在介绍 Moodle 之前啊，我想就先给大家有今天准备的一个小影片啊，那希望有声音。Moodle is a free onlin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Enables educators to create their own private website. 那这是一个 Moodle 的介绍影片，那包含它一个很简单的要，这个大概才一分多钟吧，那个影片。Install Moodle for free on your own server, or ask a Moodle partner to help set up a site for you. Once it's running, you can easily create online courses using our hundreds of features.
content, add gradable assignments or quizzes, and then add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like forums, wikis, or glossaries to make online learning scalable, effective, and fun. Because our code is truly open source, you can further tailor your site with a huge variety of community-produced plugins, or create your own adventures. The Moodle platform is robust with over 10 years of development behind it. And today, more than 70,000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and schools in over 200 countries and 100 languages trust Moodle for their online learning needs. Moodle, powerful free tools to help you educate the world. OK， 好，就这样哈，每个人简短，但是要把那个 Moodle 的整个精神啊都带到了。好，那大家好，我是资源发展处啊教学资源组的组长，那本身也是这个商业系的老师啊。那在座如果没意外，应该有两个我的助教啊在这边。那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学校的 Moodle 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各位这个同学啊，可以怎么用 Moodle 来帮老师。就是比如说这个其实老师这个比如说改考卷啦，好，那或者是改作业啦，好，登打成绩啦等等。那目前好不能没办法帮老师放教材，好，这是目前不行的，好 ,OK。这个好。好，那我先对 Moodle 平台好做一个介绍。那 Moodle 呢，它本身是一个国外哈，已经行之有年，而且是非常多年的一个开放式平台哈。那它的出发点就是做教学用的。那它是一个缩写啊，那全名很长，而且它叫做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哈，它叫做模组化物件导向动态学习环境。那我想这个在讲前面啊，讲到后面大家前面就忘记了，所以我们都还是叫它 Moodle 啊，这个是比较简短的。那以目前来讲哈，这个官方的统计哈，已经有全世界哈，已经有64000个这个向官方注册的网站啊，那是 Moodle 的网站，那而且呢涵盖220个国家，那800多万门的课程啊，那以及7900多万位的使用者啊，我少打一个万，那这个是官方统计啊，因为 Moodle 装起来之后，它可以跟它官方注册啊，说我这个 site 那位在哪里，然后跟你注册，那我身上有。这个我这个 site 总共多少课程，多少个 user 啊，全部都会在上面。好，所以你有这个就可以知道 Moodle 在全世界啊已经非常大的影响力。那当然它的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它 open。那 open 的另外一个词啊就是免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国内外爱用的关系。那除了免费以外，它可以改啊，因为它 open 嘛啊，所以可以遇到需要啊这个单位的需要去做修改啊。那所以你可以知道，全世界啊，非常多地方在用的，而且是7000多万位的 user 啊，这样子。好，那它提供的功能啊，那基本上就是课程的管理啊。那 Moodle 里面它是以课程为一个单位在做管理啊，所以课程进去之后，那个人在接触啊，一开始学习开始就要先帮这个课程全部要开好。那包含里面啊，每门课的授课老师是谁，那再来同学啊，这个。依照选课系统帮大家全部把那个关系都要连接好，那大家一开学第一天登录 Moodle 就看得到你有哪些课这学期，那每个课老师是谁都有，所以 Moodle 在它是以课程为一个管理的基础，那进去之后呢，就是里面依照老师的设定，它是以周次啊，还是以主题的方式，然后老师再把教材排上去啊，这样子，好，那里面呢有很多的活动啊，那有资源。那通常以资源来讲，就是放比如说 PPT 啦、PDF 啊，大家这样子，那让同学可以下载。那活动的话就更多了啊，包含测验、讨论区啊、聊天室，那甚至这个线上的聊天室啊，那这个都有啊，全部都在上面。好，那 Moodle 资源的档案也很多哈 ，Word、PowerPoint 啊，大家基本的。那像现在老师很喜欢用就是 YouTube 影片啊，所以影片也在里面。那甚至可以做到，像我们就会教老师怎么把 YouTube 的影片直接迁到这个 Moodle 里面来。那学生也不用点出去，直接在 Moodle 里面就可以看，这是可以的。那 MP3 啊，甚至是共包啊，这个都可以。好，那再来呢，在 Moodle 上另外一个就是活动啊，就是会有作业。那老师可以在上面出作业，让同学讲教。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晓得了啊。那再来，老师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就可以成绩啊。那另外甚至做到
这个成绩的管理啊，都可以在木头上完成。那再来是测验的部分啊，那个老师要可以去设计一个测验卷啊，那可以依照他的需要，那甚至说可以做到有题库啊，那我比如说老师准备一个题库，这个1000题，那每次测验的时候呢，他可以从里面啊设定，说我每次测验的时候从里面挑50题出来啊，比如说都是选择题，那挑出来，那我都可以做到说每个人拿到的这个测验卷一样都是50题，但是呢里面的题目都不一样。他可以做到这样，就是在同一次测验里面哦，有班上50个人拿到了50份考卷，全部不一样哦。那甚至可以做到题目一样，那选项是不一样的哦，就是你的这卷答案可能是 A， 但是同一题哦，在隔壁他因为选项变了哦，这是 Moodle 的功能，选项变了，所以他的这卷答案变 B 哦，所以这是 Moodle 的一些机制了哈。好，所以。那包含这个选择是非停控这些等等啊，都是 Moodle 里面提供的啊，有资源的。好，那这边有些测验的提醒啊，选项要选择是非这种填空，这种有正确答案的啊，那 Moodle 可以做到说，这个你只要一交卷，那个成绩就算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都是Moodle 上面有的。好，那另外呢就是讨论区啊，这个。在一开始呢，这个课程一开始最上面那一块就会有个讨论区，那个讨论区是给老师用的啊，同学基本上就是老师要对这个这门课的同学发布消息的时候会用到上面的。那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啊，那比如说这个第三周啊，老师要做一个讨论，那也可以在上面再开一个讨论区，那就可以老师跟学生这样互动，那甚至各位同学这个 TA 啊也可以上来做互动啊。那再来会有公告区，那再来会有Moodle 上面会有很丰富的活动报表，这个待会后面也会我有多放了一些图啊，让大家看一下。那 Moodle 上面呢可以记录到很非常详细，那每个人有什么人什么时候进来做什么活动，那 Moodle 上通通都有记录，所以这个一方面就是帮助老师啦，去统计这门课的所有活动，那一方面也就是你有上来没上来，这个老师都知道，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优点。好，那目前的话呢，这个学校的政策啊，就是从2013年学年度起，那这个原本旧的啊，我想如果在座还有这个可能大三大四的啊学长姐，那可能会用过异化教学员，那现在已经都停了啊，上面就是只保留旧的课程，那没有办法再新增啊这样子，那现在呢所有的教学活动全部都转到木头身上啊。所以在各位在那个校入口里面就会看到好几个，像这个还有一个新的 Moodle 旧的 Moodle， 那这两个差别在于版本，因为旧的 Moodle 因为一开始测试，然后那时候有跟英化教学员并行一阵子，所以那时候用的版本比较久，因为比较早期，那后来为了这个因应时代潮流，所以我们也升级版本，那但是因为这个两个版本之间落差太大，没有办法直接升级，那所以只好变成这样，就是新旧版本。那现在的话，大家就记得新版本就好，就是比较亮的橘色的那一个，一进来你就一看，就是比较亮那个就好，好。那目前呢，我们对 Moodle 可以做到就是这就是客制的结果，那包含就是双语的界面，就是当然界面上可以切换这个。中文跟英文了，好，这没问题。那另外就是我们针对所有的院系的名称，好，还有课程名称，全部带中英文出来，好。那这个就是为了因像今天哦有这个国际化的榜评，好，所以要做一些事情。那不过这个事本来就有了，好，不是专门为了榜评的。那再来目前跟校的结合，好，就是在学期开始，我刚才提过，各位选课的资料，就是我开课的资料，每门课好是哪个老师开的。那选课的结果那全部会同步到 Moodle 身上，那所以 Moodle 上面会有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课程以及所有的同学的账号都在上面。好，那这是一个整合的部分。那另外呢，就是有提供老师可以从 Moodle 平台将他的成绩，如果老师愿意在 Moodle 上面管成绩的话，那有做到可以让老师从 Moodle 上把他的成绩直接汇到教系统。老师就不用要弄出来，然后再到那个教学场去打，这个比较累。所以有些东西虽然是给老师的，不过各位同学也可以记得，因为各位是老师的帮手，要记得跟提醒老师说，老师那个
我记得 Moodle 上可以直接汇哦，那鼓励老师用用看这样子。好，那将来也当然会做更多的借鉴的功能哦。那还有包含就是这个 Moodle 版本啊、哦，无痛升级，因为目前用的版本是 2.6 版啊、哦、Moodle， 那新的版本已经到 2.9.2 啊、哦。那这一段我们在尝试做升级啊、哦。那升级上去之后呢，对各位的好处就是。将来因为现在都是行动化嘛，如果各位拿手机平板在校园里面移动，那就可以直接打开 Moodle。那现在 2.6 版呢，它的缺点就是打开它就是 PC 版的样子缩小，所以不方便看。那 2.9.2 呢，它就是可以自动依照你的那个解析度去调整它的版面，所以会比较那个亲和一点，大概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努力要做升级。那这个升级就不会看到说校园入口又多一个新星 Moodle， 大概不会了、哦、就一直会维持那个就那个 icon， 然后就是自己可能各位一个暑假回来、哦、这个点 Moodle 就是升级的、哦、大概这样子。好，那再来介绍呢，各位在 Moodle 上面会用到哪些功能、哦、那左边列出来这个是在 Moodle 左下角有一个系统管理里面，那这个是以 TA 的角色、哦、会看到的一些功能。那里面呢，包含的就是选课的名单啊、哦，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这一门课有哪些同学啊、哦、修选修，那再来会有一些统计的报表、日志啊、哦，都是日志啊，好、哦，活动报告啊、哦，课程参与等等啊、哦，这些都是报表啊、哦。那成绩的部分也看得到，你可以帮老师登打成绩啊、哦。那我还是在强调，不能帮老师上传教材。那我想应该有它的原因啊、哦，不会这样限制，应该有它的原因啊。哦，那这不是不能调整啊、哦，这个在你要跟老师讲，那老师呢再透过那个权限设定里面啊、哦，可以去调整这个事情，让各位可以帮老师上传教材。那如果老师不会啊、哦，你可以跟老师说，我记得有个单位叫资讯处啊、哦，你可以问他讲啊、哦。好，所以我先介绍一下各位会用到的。好，那一个呢，在Moodle上面有个东西叫简讯啊。哦，那这个简讯呢，其实这是翻译过来的词、哦、它不像我们个人手机的简讯，也不是 LINE、哦、它是系统上面做的一个功能、哦、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个功能在Moodle上发一个讯息给某某人、哦、那像老师最用的就是发给全班同学吧、哦、那只要收到要接收的人一登录Moodle，就会有个讯息跳出来、哦、大概是这样。那它翻译叫简讯、哦、但是跟手机没有关系，跟 LINE 也没有关系。哦，那这是它简讯的功能啊，大家稍微它的画面哈，可以看一下。好，所以各位TA 好，可以帮老师发简讯哈。好，那再来呢，这个课程里面啊，也会有一个东西叫公布栏啊。那这个我刚提到，这个是在课程的最上面那一块啊，因为课程预设是周次的啊，就是总共18周，所以18块。那最上面有一块啊。对啊，第零块，那上面呢就有一个叫公布栏、哦、那这个公布栏呢，就是让老师做讯息的发布、哦、所以有些时候，如果各位同学需要帮老师发布讯息、哦、那可以在这边发布啊、哦，这样子。好、哦，对，这个是公布栏的部分。那公布栏使用很简单、哦、就是点进来就是标题、哦、然后这个内容啊、哦、提一提这样子。好。那再来是讨论区的部分，好，刚刚也提到了，在老师呢可以在课程有需要的地方，好，那个周次或者主题开一个讨论区，好，那讨论区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讨论区的玩法，好，那就是进来它会有主题，然后大家就是点进去主题，然后可以一直回复，好，所以就是底下可以跟老师抛一个问题，那或者说同学问问题，好，那可以比如说各位帮老师回复，好之类的。Okay， 好，所以这个是讨论区啊，那也是很常用到的功能。好，那再来一个是行事历啊，这个功能大家比较鲜为人知啊，因为可能老师也不太清楚了哈、啊、这个功能。那行事历呢，就是在Moodle上啊，它也是有提供这个功能。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上面啊，比如说事件标题啊，就是期中考要到喽啊，类似像这样，或者说某月某日期中考啊，然后把一些讯息打在上面啊，然后。可以选择说要定在哪一天，那这个事件就会定在，就会被那个标记在哪一天，就是右边这个地方。那只要是同一门课的同学，只要进来Moodle，在他行事历上都看得到这个标记，然后再点开来看，
所以在这幕头上一个我觉得啦比较没有人在用的一个功能形式力，但是这个好用而且包含它可以设定是那个重复的就是我们讲周期式啦就是比如说固定每周二什么时间然后要钉在上面的那这个就可以这样做。那再来是作业管理那当然作业的部分是老师出的那老师会在Moodle上建立一个作业的活动。那建立完之后呢，老师会去定这个作业缴交的期限。那在这期限之内呢，同学当然就是在上面缴交就上传大家电子档。那上传之后呢，各位 TA 进来就可以看到会像这样的画面，总共有几份然后交了几份，就是全班几个人交了几份然后呢，再来他会有一个检视评分所缴交的作业。那这个就是可能老师会请各位助教帮忙处理的，就是这块作业的批改那进来之后呢，这个作业的画面我们看到像这样子，那里面就是列出每个人他什么时候交的这边也看到每个人什么时候交的作业，在Moodle上都有，甚至他持交多久几个小时、几天，在上面都会有那再来就是成绩的部分，那他的上传的作业在这里那可以点这个作业下载下来看。那目前比较可惜的是，像这种比较普遍的Word 档这种，他没办法在线上看这个我们之后会解决，因为这也麻烦，因为你点了每个作业要下载下来看，也麻烦那之后会想办法解决。那不过在Moodle上，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左下角那个面板它有一个叫下载所有已缴交的作业，那这个还是方便一点点所以它可以把这次作业所有已缴交的档案全部压缩档，然后一次下下来所以这个是作业的部分作业的管理，那你可以看得到所有人缴交的状况，那这边就可以给成绩这个地方好。那再来是测验的管理老师一样在Moodle上这个建立测验那测验不一定是期中考、期末考，可能是小考之类的。那这时候呢，当遇到如果老师是用简答题之类的刚好提到，如果你在Moodle，老师在Moodle里面用选择是非填充这种有明确答案的，那Moodle可以自动阅卷就是这个比如说全部50题选择题然后同学做完一送出，成绩就出来了。那但是如果遇到有这种简答题问答题这种，那就必须要人工阅卷那这时候大家也可以进来就是看到这个阅卷的画面那这里面是所有的题目，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分数，应该说有几份需要评分的然后再点进去这个是测验管理的成绩的部分就是如果成绩都已经登录完了在成绩管理这边就可以看到这次测验所有人的成绩，那每一题的成绩到它的平均总分这些都有那这个是在 Moodle 上也有提供的叫成绩中来好，那这是成绩管理OK 好，那这成绩管理的部分那像这个是在 Moodle 上呢，它有提供几个这个成绩管理的功能，那通常会用到是像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成绩的这个叫评分者报告这个翻译可能不太好了叫评分者报告，那意思就是说上面是所有整班所有人在每个作业每个测验他得到的成绩是多少，这边都会有就一个总表这样子，那上面可以去做开合就是有些项目可以收起来，比如说像作业这个要搭配老师要教育老师要有很好的成绩管理的概念在Moodle里面可以做到说比如说我成绩有5次作业一、作业二、作业三、作业四、作业五，五个作业，那五个作业会有成绩嘛？那通常老师应该会把这五个成绩平均，然后变成一个作业成绩，对吧？那在Moodle里面就可以做到，我去做一个类别然后把这个五个作业全部收在这个类别，那就会有一个作业类别的成绩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成绩管理做得好老师会很轻松因为很多事情Moodle都做掉了。好，那再来这是报表刚刚一开始看到这个是选课名单那里面就是这门课所有的人那个系的年级、班级、学号、姓名都在这边，那可以下载 Excel 这样子，那里面没有电话所以不用担心这边没有电话。
好，那再来是一些报表，包含像这个秩序制，里面会列出什么时间，哪里来的 IP， 谁做什么事情，那在这个上面Moodle上对每一个事每一个动作全部都有记录，包含什么时候登入，对，什么时候登入的，什么时候登出，在这边都有，那登入之后到什么课程，看了什么事情，那留下来作业，这些在Moodle上全部有记录，对，这个也是提供给老师的一个资讯了，在课程管理上面。好，那再来它有一个叫最新日志，这个很简单的功能，它就是提供，就是会跳一个视窗出来，上面就是列出最近一个小时，这个课程发生了哪些事情，就是这个，这个叫最新日志，那标题写最近一小时使用的记录了，那一样，那就是什么时间 IP， 这个谁，做什么动作，然后后面是资讯，这都有。好，那再来是活动的报告，那活动报告里面呢，就是会列出这门课所有的活动，包含讨论区啦、教材啦、作业啦这些，全部列出来，然后上面就会有个统计，浏览了几次，那上次访问的时间，那它就是整门课程，从一开始到最后所有的活动全部会在这上面，那这是针对活动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如果老师用 SCOM 包，那这上面也会有 SCOM 包的这个观看的时间，因为 SCOM 包是这样，它是一个独立的教材，那虽然放在 Moodle 里面，但是呢老师 会想要知道说大家到底看了没有，所以在 Moodle 里面呢就有针对这一块，有特别做统计，SCOM 的部分，这样就可以老师可以掌握说到底这个，比如说这个额外的教材，那或者是比如说老师做翻转，那翻转之前要让同学先看的东西到底看了没有，在这边 SCOM 的部分都有。好，那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同学们可以接受吗？这样的内容可以啦，应该不是太艰深，那我刚刚提到的是这个大家会用到的功能，那我尽量把速度拉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有点时间。好，那再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行动版的 Moodle， 在我们升级Moodle 到 2.9 之前，到有提供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好处之前，那 Moodle 它官方其实已经有在试行上面，那 Android、iOS 应该都有，那有提供 Moodle 的 APP， 所以这边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好，那这是 Android 上面在那个 Moodle 市集Moodle APP 的一个画面是长这样。那其实这很简单，就是到市集搜寻 Moodle 就有了。好，那再来这是登录之后的画面，那各位登录之后呢，就会列出来包含你的一些功能，那另外就是你有参加的课程，因为像这个画面是我截取的，所以这是以老师的角度看到的。那里面呢，包含你所有的课程都会在这里。那再来点内容之后呢，就会看到像这样，跟 Moodle 上一样的，就是每一周那里面放了哪些东西，教材啦、活动啦，这些等等，全部都会列在这边。所以在手机上，一样可以做 Moodle 的相关功能，这是，那如果点了一周进去，还会看到像这样，这是一周里面的，一周里面的一些项目，都在这里，包含下载的啦、外部连接啦，这些都在这边。那这是Moodle 行动版的功能，稍微介绍。那 Moodle 在登录的时候，就是你要打学校 Moodle 的网址，那就是Moodle.asia.edu.tw， 应该不难记，Moodle.asia.edu.tw， 然后再打上你的现在 Room 的账号密码，那 login 之后就会看到像这样的画面，这是登录之后，那各位的课程都会在这里。好，那再来再补充一些这个各位同学可以这 TA 可以帮老师的地方，那包含了比如说像使用 AppleCamp 来帮老师录制这个数位教材，因为数位教材目前已经是很热门的事情了，那学校也很力推，那所以包含 AppleCamp 的使用，那好像也是11月中如果没记错今天那个转信有出去了，那有教 AppleCamp 的用法，AppleCamp 进阶版的用法，那如果同学有兴趣可以报名参加，这是 AppleCamp，
那另外呢，像透过 Coastmaster 哦，来帮老师录这个 Scope 教材包哦，可以。那再来哈、哦，可以帮助老师啊、哦、参与学生的互动哦，线上测验啦、回馈单啦、哦、讨论室、同侪互评等等哦。那这个都是比较像学习讨论室哦、同侪互评，算是比较进阶的功能哦，比较进阶的。好，那这是 Evercamp 啊、哦，它的一个。它是一个画面录制的软体，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那不过好处是它可以跟 PowerPoint 整合，哦，所以可以推荐老师用，哦，就是现在学校里面那个 Evercamp 啊、哦、已经买到全校授权了，所以可以鼓励老师啊、哦、放心用这样子，好、哦，大胆用，那很方便啊、哦，因为它就是录画面的软体。那不止画面啊、哦，老师的滑鼠移到哪里，点了什么地方都知道。那另外它还可以剪辑，哦，因为有时候那个会有卡卡的地方嘛，哦，就剪辑一下啊、哦，那再把成果转成 MP 那个 MP4， 那比如放到 YouTube， 好、哦，放到学校平台都可以，好、哦，好。那这是一个，所以这是共包的范例哈、哦，我不知道这个现在看一下看不看得到，因为这是放在旧木头平台上面的，还可以看一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共包长成样。这是旧版界面了，如果没有看过的就看看就好了。那这是我之前上课的时候用的，用的教材，当然不是我自己录的，不过就是因为有教材嘛，就提供给同学可以。可以补充、哦、就是如果我觉得上课有不清楚的地方，可能要等一下。那我先用这个画面好了啊、哦，这个就是Scope 的一个画面。那里面呢，其实录下来就长这样啊、哦，就是它有 PPT， 然后老师的画面在这里。那还有章节啊、哦，在这里，那就是同学可以依照需要去跳他要看的章节啊、哦，因为可能不是全部都不清楚嘛啊，这、哦、针对他需要特别想要了解的地方去点选听就好了。那老师的所有的讲话啊、哦，然后包含这个笔记啊、哦，这个 PowerPoint 的笔记全部都会在那边呈现啊、哦，所以这是比较算早期的数位教材啊、哦，就是这个叫 Scope 包，下一个。好，类似像这样，那声音不大没关系了，好，知道就好。这个叫 Scope 包、哦。那如果老师有兴趣要做这样的教材，好、哦，做数位教材，那也可以跟资助联络，有软体我们都有。那这个是用 Coastmaster、哦、就不是 Evercamp， 所以要。好，所以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有这样的东西。好，所以这是 Scope 包啊，数位教材的一个例子。好，那另外呢，啊，也可以帮老师在 YouTube 去找一些教材啊。那 YouTube 呢，刚刚提到就可以直接放到 YouTube 那个 Moodle 上面啊。那一种方式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放连结，那同学要点出去啊，就是点连结是点出去。那比较进阶的做法就是跟老师讲啊，就把这个影片把它迁到 Moodle 里面来啊，这样子。好，那另外呢，这个学校在推的叫模课啊、哦，那这是一个模课的部分。那学校目前呢用的是清大学联网的平台哈、哦，那也打算要跟交大去做一个签约啊、哦、整合。那上面呢，像这也是一个学校啊、哦、唯一的一门课程啊、哦、模课，那很辛苦啊、哦，那个是应该是护理系啊、哦、这个兼老师啊、哦，不是护理系，
本来是简慧文简老师做的啊。那如果同学有兴趣啊，这个 QR code 可以拍一下啊，去帮这个简老师注册啊，这个提高人气。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模课是国外提出来的啊。那为什么国外提出来？因为国外的师资不一样啊，国外的人也不一样啊，而且他们直接讲英文，就是全球都可以看嘛啊。那我们呢，这个台湾地区啊比较小，那所以你做的教材也要讲中文啊，你说世界哪里要看啊？所以这是目前比较辛苦的地方啊。所以如果同学的可以的话，我帮这个简老师注册一下啊。那摩克是做一个大规模的翻转啊，就是主要就是影片当教材啊，所以老师要很辛苦的去拍影片，那把要讲的东西啊全部变成影片啊。那比如说像这边啊，就是简老师哈，他们的教材，那你看同学还要辛苦还要演哈。那因为简老师的主题是居家照护啊，所以他就说他有好几个主题，就是当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啊？所以第一时间要先处理。那他的课主要在讲这些。对，辛苦了，要找灵眼哦，要准备场景、摄影机哦，那录不好要重来哦，这个非常辛苦。好，对，这是模课啊，那这当然是放影片放 YouTube 上面了啊，不过我们还有整门课是放在学联网啊。好，这大家看一下就好。OK， 好，那这学联网好。那另外呢，这个像线上的测验啊，可以帮老师处理啊。那包含刚讲的就是评分啊，如果是问答题之类的啊，那同学可以先帮老师做评分，那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啊。说实在，好。那另外呢，就是会有回馈单啊，你可以建议老师啊，像各位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东西叫一分钟回馈啊。那早期刚推行的啊，前一阵子大概就是用纸本啊。那学校还辛苦了，花钱印那个纸本，然后给同学、给老师、给同学去写啊，这个一分钟回馈。那在Moodle上面呢，它有一个机制叫回馈单啊，所以可以鼓励老师用这个部分啊，在Moodle那边开回馈单，然后呢让同学啊直接在上面填就好。那老师如果有需要，可以整个印出来啊，就整个回馈单内容都可以印出来啊，那就不会这个要浪费纸啊，同学要写啊，很辛苦。好。那回馈单呢也可以设定是不是要匿名，所以这个都可以提供老师参考，可以跟老师讲。好，那另外呢，这个是虚拟讨论室，那在Moodle上面呢也有结合这个部分。那虚拟讨论室跟一般讨论室的差别，一般讨论室呢就是一样即时互动，但是呢它只有文字，那虚拟讨论室这个后来加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可以让老师跟同学一样挑个时间，然后大家全部连上来，那就可以比如说看到，如果你有那个摄影机，还可以看到对方，那声音，影像，那包含上面的互动，还有电子白板这些等等，那全部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那这个是比较进阶的讨论室，好，那另外一个功能叫同侪互评，那这个主要是用在老师班上学生很多的时候，那或者是像你这个老师的比如说是期末，不是考试，是作品，那老师希望让同学自己互相之间去评分，就可以用这个功能，那这部分呢就也是Moodle上比较进阶的功能，那如果老师有需要有兴趣，就请他跟资源处联络，好，这是同侪互评的部分，那主要就是让学生对互相作业去评分，好，那。当然，这个 Moodle 虽然是国外开发的，但是它的特性的关系，那使得这个国内，其实国内从国小就在用了，一直到大学，那都有很多学校在使用 Moodle 作为平台。那刚提到 Moodle 从103学年度起，就已经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教学平台，未来就只是升级它，应该不会再买别的了。那所以呢，不但老师要会用 Moodle，
那各位同学的角色从用 Moodle 那转变成 TA、哦、那是多一个身份，在 Moodle 里面就是多一个身份、哦、那在课程里面可以做比学生更多的事情、哦、那就好好的协助老师、哦、去进行上课的这件事情、哦、那我想刚刚那个陈组长也提到，还有包含这个期中跟期末都要写报告，那可以摘录一点 Moodle 的东西、哦，把各位的学习心得可以放上来。好，那当各位在使用上有遇到问题的时候，请参考在线上我们都很辛苦啊，这些助同仁做 Moodle 的线上手册，那放在 Moodle 上，在上头的选单就有，那老师版、学生版都有。那当这个手册还不够的时候，那就请大家跟资讯处联络，那资讯处的代表信箱就是 MIS。那另外呢，工商服务一下，也请大家可以尽量多多的使用学校的 Office 365的账号跟信箱。这个信箱是50G 的空间，上面还有一个网络硬碟，云端硬碟是1T 的空间，听说已经是无限了，就是各位有办法把它先用到 1T 的时候，它会再加空间给你，听说是无限的。那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资源，那 O365 的信箱，这样子，还有它上面的所有资源。好，那我晓得这个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不管对 Moodle 也好，或者对，那我想我可以把范围扩大到资讯处的相关问题都好了。好，那网络频宽跟流量就比较多了，那个应该都很大多的答案。好，我不晓得大家在这样听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还不想回去的？我可以从头再讲一遍。好，有人阻挡我，最好不要这么做。好，所以大家都很害羞。应该有不是第一次当毕业的吧？好，那应该就可以体会这次的状况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有看到我们系上的同学。好，那如果没有问题，就到这边。好，这个不会太早了。好，好，有人，这个再讲一次。好，谢谢。